期的时候，我也有喜欢的女生，但是呢，我终究没有跟她在一起，就擦身而过了。如果身旁有不错的男生，可以，因为你们是满十八岁的朋友，没有满十八岁的朋友呢，就交交朋友，一起写功课，一起写功课，一起上课，好不好？那不要呢，就是错过呢你身旁这个很棒的男生，好不好？今天就不知道我能不能到香港跟大家过单。